第三个呢，这持名号，这是邪啊。三个条件呢，这个地方用了八个字啊。果然，这八个字你统统有了，信愿具足，这持名号了。你现在就不是娑婆世界的众生了。为什么呢？西方极乐世界那里已经报名注册了，现在虽然还没有去，等于说西方极乐世界的护照签证你已经拿到了。你随时可以去啊，你就不是娑婆世界六道轮回里头的凡夫了啊，你是极乐世界的诸上善人之一了。那么信愿具足，下面有解释。常修二十课，精进皆其实啊，这个修学方法不能间断，平常早晚课，